上手。看我今天蒸的这个大骨髓怎么样，有食欲没？先用锅蒸好了之后吧，你再调点料汁儿浇上它就行啊。哎呦啊，哎呀，这骨髓蒸的掉一块呢，掉哪儿了？看，哎呦我，厚不厚？蒸的骨髓这个筋头不是特别烂乎，
跟头不咋烂，别吃了。今天蒸的时间短，就蒸了半个点儿。这个还行。蒸的时候多蒸一会儿，要么筋头蒸不烂，蒸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我这是蒸半个点。咬不动。盐焗鸡开吃啊。今天吃个上头神器，牛骨髓。哎呦，好久没吃了。真上头啊。麻辣猪肚，
牛排倒起来。羊肠面，这煮的真跟面条似的了。牛窝骨来一块，
嗯。